下线控好再给就好了，重点第一下线控好。你看要两条三角，控好 ，OK 范围里，辅助 ，OK 控好。找到位置收，找到位置收就好了。好，调整一下。好。这样子。
怪又乱了。哎、欸，来，来，大力一点。OK， 来。我求助一家，你求救开始。没有，所以你最后这个光这个最基本。你看看球在掉，啊，这时候可以马上做下一个动作，快起点，哎，又在掉，啊，对，可以，我可以马上接下一个动作，这个很好 ，OK， 这个也可以 ，OK， 你接之前，我来之前 ，OK， 上上上上。再做一次吧，就是一样的范围内的。不要去管第二个动作，第一个动作是控在范围里就好了，就控在范围里就好了。对，专心在第一个控球就好了。Thank you.